对不起。还在不开你，不开你了。你还在直播什么呢？你直播什么？你要拍什么？你不能打我，你打我属于我有打，我有打你吗？你刚才踢我一脚，我没打你。你看到我打你的律师，你走啊！不是，你走啊！大哥，我全家都在这里了，你不要乱搞，你知道吧？乱搞什么？你这样子不太文明，我觉得你踢我一脚不太好。我们都有礼貌的人。Hey guys, hello, 你们好。你在街上下次碰到我这样的反应，我就会这样。你们看到吗？十万，我的微博有3000万人呢、啊。你想怎么样啊？你还跟着我，你还跟着我就会这样。我去那边是吗？你刚刚不是走那边吗？不是，对你问你直播的人，你问你直播的人，他刚刚往哪一边走，好不好？我跟我小孩子不要乱搞我啊，好不好？没有拍你，大哥，我去买伞。我跟我小孩子的时候，大哥，你不要搞我。你全十万人、20万人，我现在跟你讲，你下次见到我跟我的小孩子，你不要搞我。我真的没有。够了吗？够了吗？我真的没有。够了吗？我过路的，大哥。我没有拍他，我真路过买伞的。没有拍他，我路过买伞的。你没看我一直都很有礼貌吗？我说实话，首先我是见到他，我跟他很友好的打招呼，对吧？然后我也没有拍他的小孩，我一直上面对的是上面，然后他就直接开始怼我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过路的，我又没拍他的小孩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陈冠希还踢我一脚，从后面。陈冠希从后面踢我一脚，你刚才不知道啊？他从后面踢我的包一脚，啊！他从后面踢我的包一脚啊！对，我也不是狗仔队，对吧？而且我一点都不生气啊！他踢我，其实我一点都不生气，我是很文明的人。我只是觉得我想让他冷静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本来我想过去买伞去，现在我们只能从别的地方绕过那个便利店了，别再碰到他了。对，我是很理智的人，我在这边待久了。我不知道陈老师为什么这么暴躁啊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暴躁。啊，好好好，而且我也不是狗仔队，对不对？我直播，谁去照他，对吧？只是偶然遇到他了，跟他打个招呼而已。